所以老家文化馆目前正伫展出古安一个画展，古安一个画图方式相当天真，注意每一个所在，有人讲伊个图画找无着任何缺点。尤其古人真解画花蕊，伊讲一朵花就是一个世界，伊个创作来源有受到佛教思想启发。跟佛家讲的一个部分有关，就是常常说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所以其实我在表现花卉，其实只是一个对象，借由一个对象去表现一个眼睛看不到一个意境，对，所以它可能只是一个对象可以表现，对。注意每一个所在，注意每一个细节，是古人的画图方式。古人强调时间宝贵，所以真珍惜每一个时间。因此，每一幅作品，伊拢真用心，嘛慢慢来品尝。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成住坏空的一个变化。对，那我觉得能把每一个环节都细细的记录跟品味的这个过程中，我认为这个才是艺术的，我觉得比较重要的部分。至于倒不是画完的一个结果，所以我一张画可能都会慢慢做，然后看这些细节。这场记者会嘛，专程邀请到音乐老师来到现场演奏，增添艺文风趣。夫人朱清伟家担心嘛，真肯定高雅人的作品。这个古先生的画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他很有耐心，一笔一画不苟且。非常的仔细，把一张画，把他心思完全表达在画上面。这个老家文化馆的楼配上古人的风格，会当讲是两件作品同时做展览，真有意境，欢迎乡亲前往体验。记者李明安采访报道。